本台今天刊播国际锐评，止暴制乱是当前民意迫切诉求。锐评指出，当前香港面临的根本不是什么人权民主问题，而是尽快止暴制乱、恢复秩序、维护法治的问题。美方一些政客践踏法治公理，罔顾世道人心，妄图以香港人民的苦痛谋一己之私，绝不会得逞。